陶哥，陶给你哦。哎，欢迎欢迎。那还是家，家的风水哦，敢那袂合。我甲你两位介绍，这两位吼是今仔日新加入，要来斗阵做志工的。那是恁啊，你干嘛来闹场哦？秀子啊，甲恁姐，人是来做志工的啊。上好是啦，这两个哦，干那样提钱来糟蹋啦，今仔唔知佫变什么出头。你两个是在讨便宜哦？当然是在啊。陶家煮的物件足好食的，我打便来拢有打包。对啊，啊陶家娘哦，人水，身高善良，而且哦，佫足好做善事的。阿免打，今日哦，我甲姐你哦，就凊彩互你差遣啦哈。干一定要穿到遮尼松，完全破坏我的时尚美感。哇，周珍妮是上流名媛时尚指标呢。你看了吗？请阿嘞。阿妹啦，今日哦是咱头一届做会做善事，一定要留一下纪念的。来，来一箱哈。来来来，阿你客家。来啊，好，一二三，这款啊，怎样来作秀？哎呀，两只猫来斗三工，方便个。来来来，我替你两个翕一张哈。好，来，一二三 ，OK。好啊啦，咱开就要较紧嘞，啊，若无吼，妹夫准备工作另外的便当。啊，好。阿哥哦，这两位手不懂三宝，因到才调到三工。头家娘，国家怎讲哦？我较早嘛是工地咧卖便当、卖凉水的工地小辣椒呢。这款简单的代志对我来讲哦，根本就是 piece of cake， 好不？无吃安尼，好啦，我才交予你吼，建东，那你来再擦一下。好，阿姐麻烦你了，好。我无介意菜味，敢有其他的代志当我做？哦，无你生活底好啊。啊，安尼我的皮肤会变粗呢。啊无，你点菜了？啊，不过我干那会好食煮好的菜。你无煮的，我拢无熟悉。啊，无你到底会晓做啥啦？我会晓点菜，每一个国家的米其林餐厅我拢知影。经理啊，经理啊，来来来，你来倒沙缸哦，切洋葱啦。哎，切切切切切。来来来，来来，嘿，去，来去切切的哦。嘿，哎。姐你啊，家你来哦，为了要不阿姐阿哥过节，来紧来紧。胡总，我来啊！啊，你总算来啊！来，我阿弟，我若是继承老爸仔，我会把水整起来。胡总，太感谢大头条，你敢不知影，吴林甲林美元升起来做客的表经理啊？对林美妍遐尼好，我阁掠准讲你有内部消息，你拢唔知影，我哪有可能知？唉，是讲我甲四叶草是同期入来公司的，即马四个人内底已经有三个拢是经理啊，我阁只是一个秘书。等我
做总经理，你就是总秘书啊。安娜，我对你是不是足好诶？进来，恁坐坐咧，进来进来。阿曼达，其实哦，我头一次看到你的时阵哦，我就知影你是一个无简单的人物呢。而且哦，人洗了水，佫善良，唔知影是虾米人哦，遮尔啊好运才找到你。无啦，我只是普通人，阿恁阿母嘛对你足好个啊。啊，对啦，养母哦是真正对我足好个，逐个月哦拢予我足侪钱个。而且哦，乖叫我装好水水，袂当予伊下面子。不过哦，伊拢嫌我无气质，我拢予伊嫌到我足自卑的。是讲哦，我若是会当哦，有你这款气质，我相信哦，伊一定哦会搁较爱我。珍妮呢？哪会无看到人？哦，副总，伊入去做卡倒啥工啊啦？爹收起来，爹收起来，收起来！哎，收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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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青年，青年，我的，你干嘛要紧呢？青年，青年，青万年这么凶，你跟信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一定有什么办法让信江了解我对伊的付出，我是真心的为好，我是真心的。查甫人的心跟咱无同款。咱莫对因吼期待太侪，卡变到最后受伤上深的拢是咱。老张，阿姨，我来替你倒搬厝。嗯啊。多谢恁嘞，我搬厝的代志，助理已经处理好啊。恁若是有啥物需要我倒三工的所在，助理讲哦。大嫂，哎呦，妈，哎呦，大嫂啊，啊你哪会透早就咧啉烧酒？我听姐你讲，你的心情无好哟。无要紧，我陪你啉吼。陪你的啦哈，来，我来陪你啉。嘿，来来来，嗯，哦，大嫂，这好酒呢，好啉好啉。嗯，妈，你是安怎啦？加百万加哦。无，伊拢无时间跟我讲话，哪有时间冤家？是安尼啦，阮姊妹也想讲吼，饮酒讲心事啊。啊，大嫂，唔免烦恼啦。啊，我甲姚母哦，嘛是逐天伫咧冤家啊。而且哦，我嘛常常伫咧想，我应该唔是伊上爱迄个查某人啊。唔过无要紧啊，对无？非得哦，我是民警延顺彭太太。假使有一天哦，姚母伊发生什么问题，嘛，敢若我有这个资格通好签名，决定伊的生死嘛，对不？哦，
错，哇，你这条手链足水的呢！哎，这多好，我收到一个笑话啦！阿公外遇，猜一种颜色，祖母绿。阿公有，阿公有哦。阿伯也发现哦，这是一张误会。我有一个乌龙绿，阿公有嘞，阿公有嘞，阿妹哦，怎啊讲？哦，原来阿公哦，不是干那一概外遇尔啦，是啥？多多绿，无错。啊，马进马进。无，咱来做一个心理测验啦吼，测情商的哦吼。这个问题就是讲吼，那是有一天，你要跟你的翁婿离婚啦，干那会当诈造三项物件吼，啊，你要诈造多三项。第一，公司51%的股份。第二，人啦。第三，最初的恋人吼。啊，第四，存款1亿。第五，一栋豪宅。请作答。都不要，因为我跟信宫永远不可能离婚，所以我不用做出灵魂三点。也对啦，你跟大爷感情这么好，有什么事情都要互相分享，就算说是冤家，也真的就可以好好了。其实你莫看我讲话这尔啊伤势，我最近嘛伫咧烦恼我甲岳母的代志。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就伊哦，什么代志拢吞伫咧腹肚内底，害伊受伤拢无爱甲我讲真正原因啦。本当会受伤啊，啊，不过无要紧啦，腹肚尔啦。不过我真正怀疑伊的伤，甲查某人有关系呢。而且伊最近的情绪哪里起起落落，足无稳定的。我真要足烦恼，伊是毋是外口有别个查某人啊？阿姨，你放心，若是阿叔真正给啥物狐狸仔狗狗的，我绝对会冲第一，甲伊拆只落吧。姐你啊，咱四个人内底哦，就敢那你也未结婚尔咧。我咧讲，婚姻内底哦，上大的敌人，毋是小王哦。都是小三，您讲对不？啊，那查甫人吼，一般的外遇哦，绝对拢是精虫上脑啦。啊，那是做某的外遇哦，一般来讲，拢是因为寂寞，怪翁哦无时间陪伊啦，啊怪翁哦无甲关心啦。阿姨，卖阁讲假的啦。嗯。什么卖讲假的？阿姨跟你讲，卡叔讲吼，做某的是因为寂寞反背伊的翁仔，即款查某人哦上戆啊啦。因为你的心肝内嘛是足爱恁翁的啊，对不？啊，那是因为反背恁翁，互恁翁无爱你啦。哪呢？你只是会更加寂寞尔。看起来哦，我最近嘛是要好好注意养母啊。看伊是毋是有偷偷哦，甲人传讯息，还是讲电话？外遇哦，拢是为遮开始。敢有时间出来见面？